每天一早就会看见阿嬷推着装货推车的身影穿梭在巷子间，一卖卖了将近一个甲子年，为的就是要让老主顾每天都可以喝到他现煮现卖的中和茶。民国51年，阿宝姐为了家计开始卖凉水，从一瓶3毛钱的丹竹汽水卖到现在一瓶20元，也因此看尽了盐城埔风华岁月到如今的黯然没落。阿宝姐不时会提起当年这里是灯火通宵，街道上更是人潮汹涌。她讲的不仅是城市的兴盛脉络，也是她自己的人生岁月。看着阿宝姐经岁月刻蚀的双手，缓慢但认真地帮客人舀着饮料，来往的客人也都会耐心等候这一杯杯装满阿宝姐的用心。加入每天坚持现煮的荆棘柠檬、酸梅、冬瓜茶以及弹珠汽水，调制成独特的中和弹珠汽水，这也是让老顾客回味无穷的好滋味。生意的好坏对今年73岁的阿宝姐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客人喜欢，阿嬷就会继续卖下去。